我，这是哪儿的术语啊？腕表流行力，天书接地气。大家好，我是流行力。一键三连不白连，互动还能节省你的茶水钱。腕表流行力有多层次、全方位的互动，除了弹幕和评论，还有粉丝群。最近收到一个私信，上来就说：“老任，我是你的粉丝。”老任，我啥时候改姓了？没事，都是喜欢表的，那就聊五毛钱的。他说：“昨天我试了三款表，价格都差不多。”这三款怎么选？积家的大师权力月相，你拍过的？嗯，我们拍过吗？宝珀五十寻黑面的非凡计时款，还有肖邦的雪山熬鹰。我，这是哪儿的术语啊？都能说出熬鹰来。我猜他说的是肖邦的雪山奥义。他接着说，个人最喜欢肖邦的设计，但是感觉肖邦的机芯打磨没有那么到位。其次，品牌感觉也没有其他两个那么好。宝珀的非凡计时我也挺喜欢的，相对来说就是设计比较硬朗，我更喜欢柔和一些的设计。积家给我的感觉还行吧，主要是担心品控和日常的防磁防震这个事儿。再就是比较偏正装，我日常的风格还是比较偏休闲的。我直接判断，这种咨询注定要进入死循环，你推荐来推荐去，他仍然下不了手。不能让粉丝失望，哪怕是老任的粉丝。咱们用排除法筛一下，咱们用一个专业跑分工具，一个小程序叫腕表都发。这仨表分别是红桃八、黑桃八和红桃勾，排点最小的是红桃八。这个工具老人也未必会用到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老人多有冒犯，还请海涵啊。你自己说的比较喜欢偏休闲，所以这个正装的积家就 pass 掉了。现在就是宝珀五十寻和肖邦雪山奥义的 PK 了，但其实这也没什么好 PK 的啊。宝珀这款表是红桃勾，肖邦是黑桃八，排点差距那么大，按说应该没有悬念地选排点大的。五十寻机芯做工是三星，肖邦是一星。五十寻是带柱轮的码表，肖邦是大三针。要是买价值的话，肯定是五十寻码表啊。但是这粉丝又说，我手腕不够粗。我心说你怎么不早说呢，那就选肖邦呗。其实刚才 PK 的结果让我也挺心疼的。肖邦的雪山奥义我一直觉得颜值和做工都不错，品牌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差，毕竟是日内瓦品牌嘛，也出过 LUC 高级做工的机芯，也一直在出各种高复杂功能的表。但是手腕细没办法啊，谁让咱们缺少打猎和运动的基因呢。肖邦是41毫米，五十寻码表是45毫米，同样的价格放着红桃勾不买，买黑桃八是不是有点亏呢？所以在培养下一代的时候，还是让孩子多参加体育运动啊，少一点娘炮。那就选五十寻吧，结案了。这粉丝又说，我还是喜欢价值。你看，进入死循环了吧？要是在以往，我就客套一下结束咨询了。不过这次小样，你难不住我。要想消除不确定性，就得引入新的信息啊，这是信息论。腕表流行力的强项之一，就是把各种社会科学引进到腕表上。这个号不错，点个赞，一键三连。有了，那你就选空军司令吧，红桃嘎的。同样的品牌，同样的码表，同样的机芯做工，但多了一个硅铀丝，多了一个高振频。空军司令我记得是5赫兹的振频，关键是尺寸比五十寻码表要小，是42.5毫米。粉丝说，空军司令有点小贵啊，我心说你还省了一大笔咨询费呢。老任那份你没给吧？我这份也就先不收了。关键是空军司令国内的配额比较少，我先告诉你了，你能先买到就不用拍大腿。如果留言没能及时答复，我们在直播中将会给大家进一步的解答。 OK， 腕表咨询就先讲到这里啊，欢迎大家一键三连，留言互动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谢谢，再见。